炫斗之王角色出招教学。本期视频为大家带来的是布雷泽。布雷泽擅长操纵混乱之力，发动多片的黑色火焰招式进行攻击。他的进攻手段多，连招强悍，能力较全面，建议使用牵制为辅、压制为主的进攻方式对战。特殊技介绍：手刀绞杀，地面特殊技，无特殊效果。手刀绞杀取消状态，可以取消所有地面普通攻击。第二击，地面特殊技，上段判定。第二击取消状态，可以取消所有地面普通攻击。必杀介绍：梦之眼，新攻击起手无敌，向前方及斜上方发动大范围攻击的技能，判定高，对空性能好，也适合封锁对手进攻。绝望吐息，低空翻滚后缠向对方的技能，布雷泽灵魂技之一，破绽防可令对手浮空。暗风化雾，向前冲锋进行，有短暂霸体效果。血月之晕，有突袭效果，出招较快，后续可选三种进攻方式。布雷泽最常用的技能，可抵消其他飞行道具。血月之晕丧，飞行道具可牵制对手。血月之晕曼陀罗，由上至下向前跺出一脚，攻击判定高，距离较远，不可蹲防，能浮空对手，为布雷泽灵魂技。血月之晕魂影，将对方血量转化给自己的技能。超杀介绍：奏鸣曲死技 MAX， 奏鸣曲死技。绝望冲击 MAX， 绝望冲击。接下来就让我们观看一下相关的连技展示。布雷泽远程攻击可使用血月之晕牵制，抵消其他飞行道具。中距离血月之晕丧梦之眼防对手跳，也可突进追加绝望吐息浮空对手，或跳跃攻击压制击打逆向。刀杀适合作为连招终结式使用，奏鸣曲死技面向命中范围极大，而绝望冲击的命中范围是原地垂直向上，两个超杀需要根据不同情况使用。